哎，我当时就是看起，但是今天穿的很装扮，看起也好看得多。没有收拾，刚开始不是我穿那个没收拾剪过发型龙脸，他一直在那说我好看。特别是龙娃子把你说的恼火得很。他不上吗？到处刷刷都女青鼻子。那我带他去看嘛。我说这两天流感很有严重，我们朋友妈妈都这个星期喊那个老师喊结石去过了嘞。那给他去看。就这个你这些那个一门一个妈妈都不好带进去嘛。带去看。好嘛好嘛。干嘛过来？啊，没咋子多啊。啊。都好好的啊，精神。啊。把口罩戴起啊，来，过来呀，妈妈给你戴起。戴起。你那边又在变狗了嘛，小狗？这是亲的。你说我们只是去看哈哦。龙哥，我不想说你了，之前我还是觉得妈有欣赏水平细。你看人家妈都夸我做的好看。你就喜欢别个说你好，不喜欢说你不。哪个不喜欢天花板？我提出中肯的意见啊，作为一个男人的标准那种来说，晓得吧？哦，你当然喜欢那种。哎呀，成熟一点的，把我显得老的，你就好看了，就是。你说的。人家都说我显年轻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走了。这段时间是流感的高发期啊、哦，天天他们学校里面都在叫他们去打那个疫苗针，但是。哎。小多多他现在小，刚好这里有点流鼻涕啊、哦，就不能打那个针。我现在带他去看一下。你们这里是流感的麻烦了，现在是高发期。嗯，应该不大的，他平时能好的嘛。小孩子还是要在医院里面看，要放心一点啊。不。他的姐姐的还在。嗯。哪个给你穿的？哦，他要找那个哟。啊好，这个穿好。现在我们这里进来就要扫那个二维码啊，因为这段时间疫情比较严重，管控的也比较严。所以说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，没事尽量不要出门。啊，刚刚医生看了啊，虚惊一场，没什么事。妈，主要是妈妈啊，看了就快像以前一样啊，那个嗓子里面就是长了个疱疹啊。我看了，没事，不过小孩子还是要多注意啊，有一点小问题就要。来医院看啊，你咋？主要是怕那种流感那种，那个就好，那种就好恼火。你看，你那个医院的，你刚才没看，我上看到，十个小娃娃，全部在里头输液。我天，我都直接走过来，我不敢走那边去。就是嘛。走了，让我把口罩戴起来了。虚惊一场。在这里，就再次提醒大家啊，现在是流感季节高发季，就是家里有小朋友的，一定要多注意啊。还有现在疫情，大家注意戴好口罩，少出门。走了，拜拜。不要忘记橘子的提醒啊，要注意防护啊。